我根本不用去鬼屋，我家就是鬼屋。录完影回家都12点了，我也怕吵到家人，很贴心，我就会把客厅灯关起来，我就按迷蒙在那边看电视、吃宵夜、吃卤味什么的。我在那边吃吃，突然怎么这边又坐了一个人啊？然后就这样，妹妹，我吓到漏尿的那种，妈，这样子，他只上尿从电视机跑出来。你还记得小优讲什么哈？他刚刚讲的其实都是真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